么？嗨，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一台，对，很漂亮、哦。稍等一下，我们等人进来。好，现在等大家进来。对。好，人数慢慢增加。OK， 各位遥无寂寞汽车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黑士。Hello， 我是 Aris。欢迎收看试驾直击的直播片。对。呀，今天哎，刚刚这一台试完了，真的是赞不绝口。心情蛮好的，坦白讲，可以开这辆车来到宜兰试驾。而且今天宜兰天气好，听说有情侣还在下雨，哎，好开心哦。对啊，我觉得应该是你是情侣，因为只要跟你出来，通常天气都不错。我跟你说，其实我名字叫雨萱。可是没有这件事，没有这种事情。对，我就是个晴天女。好啦、okay. 好啦，我们进到正题。我们今天我们刚刚试驾的是这一台 Infiniti 这一次新推出的 QX 系列的 QX55。对，那 QX55 其实我们可以说是 QX50 的兄弟车，我们或者是说叶修迪呀、啊，对、欸、对，或者是说双生车。对，双生车，但是其实他们在外观上面还是有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主要来讲就是我们先从车头开始讲好了，既然已经在拍车头。对啊，车头大致上我觉得是感觉一样，但还是有一些细节不太一样。对，最大的重点就是在于这个水箱护罩，有没有看到它的尺寸其实是加大的，甚至连厂徽都变大了。硕大便是美，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它这种是折纸工艺的，对，他们宣称这一个是对折纸工艺他们做出来的设计，日式的线条，然后把它去发想，然后坐在这一个水箱护罩上面，对，就不会像一般的那一种比如说蜂巢水箱护罩比较死板，嗯，对，它会变感觉好像比较有那种风动感，有 flow 的感觉，对对对对，而且这个不是只有水箱护罩，你往上延伸就是这个引擎盖。也是一大特色，是一个夹顿式的对引擎盖。对，那其实说这样子的名称啊，我们可以把它延伸，譬如说像日本人不是很喜欢像秋行虫，或者是说像独角仙，有没有？有哎、欸。对，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是说他们日本武士的盔甲？而且你会发现哦，线条你会发现从这边延伸，它是盖住的，它有暴龟的感觉。对，肌肉感之外呢，你看它是直接故意盖到。叶子板上面、哦、有没有？哎、欸，很细节。对对对对，有时候你就会喜欢它日系车的那种，把它优美化的那样子的感受。对，對對那这辆车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车头的部分，但是 QX55 跟50最大的差别，其实在车尾，应该是说整个车厂其实也有所改变。所以我们来到车头，是，而且我觉得其实先应该让大家。知道一下说 QX50 跟 QX55 的差异性在哪里，因为这一台可以说是日系车里面的算是唯一第一辆首款，对，首款它是界定在豪华的一个运动休旅上，豪华的应该说 coupe 型 SUV， 对，跑旅的概念啦，对，就是我们所谓的长尾 coupe 型的，就是它会车尾会做出有点类似像是房车的感觉，就是 coupe 就是那种它的那个线条是会在 C 柱之后往低柱的地方，那向下去做延伸，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发现呢，在这样子延伸过去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麻烦镜头拍近一点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尾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整个的车长，坦白讲，它会比QX50 大概多了39mm， 对，所以它的车长其实是稍微长一点点，但是轴距都还是落在2800，它还是一模一样的轴距，所以基本上它在内座的空间配置上应该还是差不多的，对，差不多的。那这个时候呢，要讲一个特点，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好，来麻烦后退一下哦。为什么要来到这边呢？因为虽然说系出同门，可是其实它在从 B 柱后面，底盘调教上面的设计其实是有调整的，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譬如来讲，它的防倾杆有加粗，或者是说它的阻尼，后轴的阻尼其实它也有加强，那这个也都是它的另外一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退到这个位置？是要看一下车门。车门的部分，其实车门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出它有一个很棒的细节，你们现在看得出来吗？来，我们来看哦，让大家猜一猜。大家会觉得看起来这边是两节，对不对？可是通常门就会从这个地方打开了，而且甚至它不会，对对对，它甚至从这边开始。对，那但是呢，其实我们实际打开来看，有没有？通常下面多的那一节它是一起打开的。对，可是这个优点在哪里呢？来，我们给大家示范一下好不好？就其实像有时候下雨的天气啊，
如果你的车门是在原本的位置的话，可能这边就会很多脏脏的啊，或者是 水之类的、啊。那这时候如果像黑西藏穿这样子，你进去的时候你会沾到裤管，通常就进去了。对对，它等于让你那个干干净净的这样子。对，因为脏的全部都在外面，嗯，脏的全部都在外面，你就不会沾到裤管这样的问题。对，老实说，其实做这样子的设计其实是蛮搞纲的啦。我觉得很顾虑细节。对，所以其实你看哦，那种成本上面哦，在开发这样的车门，那确实也是需要多一笔预算。但是 Infiniti 他就会希望把这东西做进去，让顾客、让消费者有那种比较贴心的感受。某方面来讲，我觉得各大车厂应该要学习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个真的不错，这真的是很棒，对，而且质感也会相对的提升。对，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因为配胎基本上就是二十寸，因为这一次导入台湾就是单一规格，好，2.0T 的旗舰型，那所以呢就是这样子一个削切式的轮圈，哦，那所以我必须说，就是在设计上面确实看起来也还蛮有它自己的特色，对。好，那给大家看完基于比较运动化的铝圈之后呢，刚刚这边我们也稍微给大家看一下了嘛，就是它有向下去做一个延伸，就是 Coupe 的那种造型。对，基本上从 C 柱开始，你就会发现它是往下拉的，然后到 D 柱，所以呢就是多了这一个车尾，哦，多了这一个车尾的造型，那以至于就是跟一般的 CX50哦，就不太一样了。那但是呢，有没有看到这个尾灯？这个尾灯很特别，它很像一条蛇哎。蛇吗？没有，它像钢琴，你知道吗？我现在假装表演一下好了，就是对不对？它是那种琴键式的这种尾灯，然后把它去向上延伸。刚刚黑市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见解，他既然说他是你知道有点像埃及的图腾，走埃及路线，埃及的图腾啊。那但是我要讲这个尾灯的延伸，它其实是取材自他们家的近年几款概念车。你说几款对都是这样子的一个造型车，对，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特别的，然后比较前卫大胆的一个设计。对，那来到后面，其实你就会发现，一般你今天停的这个位置是在对。来到后面，我们发现就是通常排框会在这个位置，那但是他把它移到下方了。他好像有把它往下移。对，就是后筒盖是铺平的，然后你会发现，哎，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其实就是藏在这一个。有没有？对，厂徽里面这个三角形的地方，老实说，这个时尚度非常的高哎，你很难去想象。然后给它按下去一下，有没有？它连镜头都藏在里面喽。哎，它的镜头，对，后镜头，镜头在后面。好，所以呢，给大家顺便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后箱的空间。那其实有一些会买这样子运动型 coupe 的跑旅的这种消费者，他们有时候也会在意说它的后行李箱的空间，但是我们其实有帮大家比较过了，目前它可以说是同级里面它的公升数是最高的，是762公升。对，762公升。对对，当然啦，如果比起 QX50 它会小了大概133公升，但是因为它是比较标准的休旅车型，跑旅的话呢势必要牺牲一点、啊、对，但是你会发现哦，因为它是，而且我们说长尾巴嘛，所以它其实里面的深度是会增加的，非常深。对啊，我给它示范一下。对，手比较短。对，那如果你今天要放倒座椅，其实两侧拉了64的分离，对，就可以直接分离。然后也有1531公升，所以如果说要放长型的东西、大型的家具，这是大就不拉，真的。对 ，OK， 好。那我们接着先，来看一下后座好了。对，因为有人在问内装的部分。哦，真的吗？对，来。好，然后我去前面发动，就给大家看一下啊。对，你要帮我发动，不然会热死，好不好？我刚刚其实有个地方，有个细节没有给大家看，但是其他也是按照一些空气力学，所以它其实有做一些这种扰流板什么之类的，让你的这个尾部的空间虽然是向下延伸，但是这边呢好像视觉感，然后它又有点蓬起来、翘起来的感觉，是不是还是蛮有巧思的，对不对？好啦，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进来这个后座空间来坐过来看一下啊。好，那我现在用我自己自身的，因为女生身高大概可能165的上或者是下嘛，那我刚好就是介于这个中间，我是165公分。那前面刚刚是一个大概180公分的男生的这个位置，所以我现在基本上前面的膝部空间是非常的 OK 的。然后它的中间的果岭没有很高，所以就算中间是蛮窄的，现在的情况中间的人坐起来也不会有太多不舒服的感受。对，而且要特别提哦，
它是四轮驱动，所以它下面是有传动轴的，可是它国领并没有做太高。它的国领的部分这次设计还不错。对，然后再来呢，因为势必头部的空间可能会有一点点牺牲啦，所以建议的话就是这样子的车型，可能会是以2+1或者是带两个小朋友啊这样子的设定，或是前面就是两位这个单身贵族啊，或是情侣这样子会比较合适。那后座这边的话，如果你觉得这边稍微有点压迫感的话，其实它这边可以去做调整。对，椅背可以调整，而且不是只有椅背哦，它有时段哦。对啊，很厉害，其实蛮厉害的。哎，你看我现在这样躺的，其实还蛮 OK 的吧？对，你会觉得就是你把它稍微倒一下，你就不会觉得头部有太过压迫。对，所以这算是它这一次空间必须要说是它的强项。还有，你看这个挪移大概有15公分，它对它这个也算是这个同级距里面唯一一个是可以对少数可以做到这种程度滑移的哈。对，那还有就是这辆车因为顶规它也配了 BOSS 音响。16G 的 BOSS 的扬声器，对，因为你说既然是豪华跑旅这样的概念，它在内装的部分也需要呢去因应这样子的消费者，然后来做一些配备上面的调整。那这 BOSS 的音响刚刚也帮大家试过了啊，很多歌曲都可以，很 OK。对，中低音表现不错，没错。好，那我们接着麻烦摄影看一下后座，然后我们到前座去。好，我们到前座。对。其实是有个天窗的，我们把它打开来，然后让这个透光性更好，好不好？对，有人就是要脸看起来非常白透亮这样子。哎，我今天晒了一整天了，好不好？我也很晒啊，让我的光线好看一点 ，OK？ 好啦，那其实要讲，因为它在中控台的设计，它还是秉持着那个 QX50 对承袭啦，承袭它的设计，所以你会觉得就是这个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就不多做赘述。好，那这个部分的界面大家就见仁见智，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其实这一次你说内装上面的体验比较优势是在于这两张座椅。对，这个真皮的座椅之外，然后它其实有双色可以去做选择。那例如说你喜欢全黑，或者是你喜欢红配黑，然后像今天这样子有点像米白色，其实都是不错的。那另外还有就是泡棉。哦，对，对，它是一个无重力座椅。当然这个名词我是觉得比较夸饰，但是要讲的就是第一个它有一定程度的支撑性，可是它又保有相当的舒适性。我觉得这一个泡棉它这样子去调整算是蛮好的，因为尤其是长途驾驶，尤其是休旅车，那长途驾驶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背啊或者是哪里有疲惫，那这个时候呢就要靠支撑性。可是如果你今天又太硬，你会觉得就是或坐起来就会开始有那种比如说臀部会有一些酸痛感。对啊，其实这种就跟你在家里面去希望挑一张好床，它是一样的概念，对，一样的概念。对，所以其实这种日本人他就是职人工艺，他不但要做得很漂亮，他也希望你在长途的驾驶的时候呢是能够维持在一个良好的姿势，然后长途驾驶的时候你的脊椎不会有太多的负担，所以在这个座椅上面其实是有用一点点心思的。对，那另外要讲哦，虽然说这辆车可能它并没有来到就是拥有车道至重，我们这一点我们当然会觉得有可惜，可是我觉得它有偏移的辅助，偏移的辅助。那另外还有一个在安全上面的重点，就是它拥有8气囊，这个是诚意。对，八气囊，因为就是又多了两颗膝部气囊，是前面两个都有膝部气囊。那另外它也拥有了环境，麻烦打一下。打一下什么？突然昏的。你打一下倒车。好，来来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要倒车吗？还是往前好？等一下哦。喂，好，稍等一下，来，好，那我们倒车一下。倒车。啊，有没有环境？对，环境一下。那后面如果有人的话，其实它会自动刹停。哦，对，它会做自动，对对对，它会有自动刹停。所以其实我必须说啦，如果是自己喜欢开车，你并没有那么想要把一些驾驭的感觉交给电脑的话，哦，这个车确实是还不错的选择。那说到驾驭，我们当然要讲一下就是动力跟试驾感受的部分。好，那我们到前面，我们打开引擎给大家看一下。好，好，这也是这一次呢这台车很重要的一个重点。那熄火一下好了。好，猜一下我。
股好烫，很烫，对不对？来，我来，我来。刚开很久了。对。好，这一次萧教授又要开始讲了，因为这一个呢，这一次的引擎真的大有来头，而且它还有可变压缩比哦。来来来，我们就请萧教授来。倒也不要这样子超过五味干，那个你知道那是要考到 PhD 的，我没有拿到 PhD。好，来，快了，快了，快，好，交给你了。好，笑死。好啦，那引擎的部分其实重点，我相信因为这个引擎也不是第一次在台湾出现。嗯，是。之前我们就已经有介绍过，那但是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又再出现，就是这一颗拥有可变压缩比的引擎 2.0T 涡轮增压汽油引擎。那它最大马力基本上来讲，它会拥有268 HP， 换算成 PS 是272，那并且有38.7 kgm 的峰值扭力。好，这些数字我相信蛮多人也是熟悉。那为什么我们要再重提呢？就是因为它拥有可变压缩比的技术，让你今天压缩比可以在14:1和8:1之间去调整。这个 range 其实是非常广的。所以无论你是今天你是要效能还是要性能，它全部都给你。对，那为什么说可变压缩比可以去达到这样子的效能或者是性能的？首先要先讲压缩比是什么。压缩比其实就是活塞顶部的空间，它今天的燃烧点去换算它的比例。那如果呢活塞离顶部越近，我们不要讲一些专业术语啦。我们就讲说火山离顶部比较近，它今天压缩比就是比较高。火山如果比底部比较远一点点，它的相对比较低。对，相对是比较低，所以它最低呢，如果换算起来就是8:1，最高呢就是换算是14:1。可是这个又有一个状况了，它是怎么样去调整这个火塞？其实是火塞下面会牵动曲轴。曲轴呢，通常下面不会有连杆，但是这辆车多了一个连杆，对，运动化的连杆。对，那这个运动化的连杆，它会基于电动马达调整。你的转速如果今天吹得越高，它的连杆就会去调整它下面的机构，以至于让活塞的高度比较降低，那么就可以最高来到8:1。好聪明哦！对。那但是呢，这样听起来好像他做了一点点动作就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可是这个关乎材料科技还有精密的计算，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对啊，对，哇，其实说真的啦，讲这些呢非常的就是知识面，可是因为其实车子毕竟是我们每天在驾驶的工具嘛，你当然还是会希望说我们讲的可变压缩比啊，我们刚刚也解释完啦之后呢，这些原理之后你开起来的感受是如何。对，那这个只是基本的原理哦，因为大家就会讲就是说现在很多的车啊，尤其是自然进气的车都把压缩比打到14，是13、14很高，那其实表现的效能就不错了，它为什么要再做一个8:1，感觉好像有点过时，可是这个是其来有致的，因为它是涡轮增压引擎，涡轮增压引擎的压缩比不能太高，否则会震爆。是的，对，会震爆。震爆就是那种你知道会有那种，简单讲就是跳的那种感觉，不是正常正常的，不是正常的点火燃烧，而是因为空气压力太高，然后导致于就是提早汽油就是提早燃烧，然后就是爆震了。对，就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呢你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真的是要赶快就是去做一些检查之类的。对，没有错。那所以呢他今天调到8:1，其实就是为了让涡轮可以全效力去发挥它的功能。对，所以就可以达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马力值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能。而且其实它这次在引擎角方面也有做了一些强化，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引擎在外面跟里面听起来声音是不太一样的，而里面的感觉是非常的舒适的，因为其实引擎角它会影响到一些分贝、震动分贝等等之类的。可是刚刚其实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强化，你会觉得你的引擎是非常的安静的，然后它的运作非常非常的顺畅，没有什么过多的抖动之类的。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回到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动力之下，这辆看起来很运动的车，到底开起来感觉如何？其实它也是一个偏舒适性的车款，我必须要这样子讲不论是你今天驾驭的感觉，它的悬吊的反应，它并不是说给你那一种非常硬派的那种驾驭感觉，我觉得它是走有点就是弹性的悬吊设定。
那包含就是说，我们今天再从台北开到宜兰的路上，其实一路上来讲，稳定度很高，多稳定！哎，镜头来一下，看一下他今天的眼线，啊、还好吧？应该没有什么脱妆。来看一下今天眼线。我今天的眼线是我坐在后座的时候画的。对，然后你看哦，因为其实虽然说我的功力，我画眼线的功力是很好，没错，但是如果你那个车子，你的那个悬吊它不够能 Q， 不够有韧性，很像你在做那种什么记忆床垫那样子的感觉，你不会有很弹跳的那种感受，所以我可以坐在这样子非常稳的车子里面呢，这样子轻松的画眼线，这是第一个我对于我现在是乘客的时候的一个感受。那当然我在自己开的时候呢，我自己是有一种天哪，我以为我在开欧洲车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它的底盘非常的扎实，加上呢它车体的刚性呢，其实现在各家的车厂都不断的在将自己的车子的刚性做这个进化跟提升，所以你会觉得他们的扎实度是越来越好了，然后再加上这次阻尼的部分也有做了一些升级调教，对，所以会让你的整个行驶的状态是非常好，应该是说它是具备一定舒适性，可是并不会过度暖冷的悬吊限制，但它带给你的运动感、还有一些加速的感觉还是有，对，尤其是加速。那说到这一点，如果你今天这辆车，当然我们因为它是原厂车啦，是、如果有一些人是希望喜欢这个外形，那他还是希望他就是更加的运动化的话，那当然悬吊是可以升级一部分，那另外就是刹车的部分。哦，对，因为他毕竟他拥有一个200，它的车重真的是比较，对，车重比较 重，然后再加上就是它的动力表现，所以呢刹车也是值得升级的一环。好，那如果你把这些东西都调整了之后，我觉得这辆车在路上真的是，对，因为其实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嘛，然后我从我前面的仪表里面其实可以看得出它的压缩比在随时的去做调整，对，有可能因为你的油门还有因为你的转速，然后它去做一个随时的可变调比，对，因为它的压缩比并不是说是固定就是8:1或14:1，它其实在中间游移的，对，那当然又可以再配合就是他们的缸内直喷或者是说多点喷射等等的，还有一些其他技术，那这些部分呢我们在我们的试驾影片会有比较详细的解说。如果观众们对于这些科技引擎科技或者是说一些技术上面有想要了解，想要更加了解的话，我们也可以就另外就是在拍影片，对啊，可以询问，可以私讯等等。那最后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种车子它的设定就是给那种我觉得喜爱自我风格，然后这样可能知道不想要街车，对，年轻帅气，但是我又想要休旅车那种稳重的感觉，他想要把它集合在一起。对啊，不过现在首批已经卖完了。啊、所以如果喜欢就先抢先赢，然后快点。是哦，你想要买什么车子哦，你没有在这前面哦，先做点功课什么的啦。你看缺芯片缺成这样，真的是买不到，不要在那边一直在那边观望 啊等啊。所以如果喜欢的话，就快点先下地，然后快点排单。啊，对，就赶快下手好不好？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直播也到此告一段落。那有问题当然可以留言，同样有试驾报道跟试驾影音，是的，给大家参考。OK， 哎、欸，没错，今天很开心，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 Infiniti QX55 的直播，试驾试直播，试直播、okay. 对，没错，我是黑士，好，我是 Iris， 拜拜，周末愉快，拜拜。